诸位法师，诸位大德，诸位同学，今天净空很荣幸也很欢喜参加在新加坡的这一次西面法师盛会。过去我在这边住了将近四年，参加过很多次的活动，规模都不能跟今天盛会相比。今天这个会议稀有难逢，尤其是在这个动乱的社会当中，我们相信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西面法师对于地区的安定和谐有一定的影响。大家要我讲几句话，我今天主要的是跟诸位介绍这本书《来福三圣永世经》。听说这本书啊，已经都赠送给同学们。这是中国河南省南阳乡下一个小庙，过去我们都不知道，而是去年一年前老和尚海贤法师往生。他往生的时候112岁，我们看了这本书啊，介绍老和尚一生的行为，他确实是佛陀教他来表法的，也就是做一个真正念佛求往生的人最好的榜样，稀有难逢。他的学生印智法师到香港来看我，把这桩事情告诉我，我感到很惊讶，很欢喜。老和尚112岁，他的体力他的精神我们都比不上啊！我今年88岁，有时候感觉到累，这个老和尚112岁没有觉得累，而且他的体力精神大概只有40-50岁人的样子，非常健康，一生没有生过病。他通常呢是从事于农耕，乡下这个小庙没有香火，没有供养，生活完全靠农耕。许许多多的山地是没有主的，他开花，一生当中开花100多亩地，种植粮食、水果、蔬菜，小庙只有5个，生活非常简单。老和尚不认识字，他20岁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
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非常老实听话真干。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20岁到112岁，念了92年。那他功夫怎么样？我看了他的光碟，看了这个文字介绍，我就告诉大家，这个老和尚开悟了。禅宗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他的觉悟的层次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是相同的境界啊。世尊为我们表演的是30岁开悟，在中国唐代禅宗第六祖慧能大师也达到这个境界。能大师是心定文经开悟，说明真正修行法观四千法无量法门，门门都能达到明心见性的境界。所以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我们要相信。关键是你会不会啊？所以祖师常常测验学人，你会吗？如果要会，法门就平等，门门都能够帮助你明心见性。问题在会不会？那什么叫会？许多同学知道，我早年跟张德大师，我跟大师第一次见面，就向他老人家请教，佛法通过方东美先生的介绍，我明白，确实是真实智慧，是世界的大学问。我问，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起悟境界？张家大师告诉我，有，看得破放在下就能入境界，看破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叫什么？放下是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啊。那么这三桩事情，就是佛经里面常说的三种烦恼啊，烦恼无量无边的，不外乎这三大类。能够放下执着，就能证阿罗汉；放下分别，不执着，再加上不分别，这就是菩萨；再能够放下，不起心不动念啊，把起心动念放下，这就成佛了。他，你认不认识字？有没有学过经教？没有关系，
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给我们表演19岁舍弃王位，放下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这是表演给我们看，放下烦恼障。他出家之后，通过19岁的一个家庭，他出去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学过，这是代表知识分子好学多闻，学了12年，所学的是常识，当然也有智慧，但是智慧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到30岁学了12年，把参学放下，这个是代表放下所知障啊，19岁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知障，所学的东西全部放下啊，菩提下树下是入定，他在定中开悟，定中开悟，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教了49年讲经教学。那用我们现在来看释迦牟尼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位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他是一位。那么他的事业一生的行迹，是一位社会教育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义务工作者，他是一个好老师，49年教学没有中断，79岁过世，在树林里面，没有在房屋里，在树林里，他一生没有见过道场，一生过的是游牧的生活，树下一席，日中一室。这就是告诉你彻底放下啊，究竟圆满的放下，这就叫做佛陀啊。他的弟子有菩萨众，有声闻众，所说的一切经传到中国来，中国人把它翻成中文，现在中文本的大藏经是释迦牟尼佛留给这个世界最珍贵的宝藏啊！为什么呢？梵文经典30啊，保存在最完整的是在中文书写的大藏经，这我们一定要认识。那么中国翻译有没有错？我年轻学佛的时候常常有这个怀疑啊，我向方东美先生请教，方老师告诉我，现代的中国人不能跟古人相比，古时候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非常有信心啊，没有丝毫怀疑，不像现在的中国人，
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啊，总认为啊，古人翻译会有问题啊，我们都有这种的倾向，都有这种的想法，这个想法证明是错误啊，我们真的是以小人之福度君子之心啊，有错误。古时候翻译经典的李老师告诉我，最低的就是三国以上，像小臣把那喊啊，才有能力进入一场干的一经的工作，是正果的人，不是凡人啊，三国以上大菩萨，又何况已经大师父，有不少人是古佛在应化作众，所谓应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所以我们对古圣先贤要尊重，对老祖宗要尊敬，老祖宗不简单啊，老祖宗里面像孔子、老子、庄子，乃至尧舜禹汤啊，我们现在学佛时间久，也能够起悟，就会想到这些人通通都是古佛在中国的化身，应你什么时候得罪就现实，他们不是凡人，所以再来改变啊，古时候有灾，现在也有啊。南阳来佛寺这个小庙穷乡僻壤，这个小庙没有人去烧香啊，住了几个老和尚，所以没有香火受苦，生活全凭农耕啊，农耕海贤可以说是农耕的专家啊，从小生活在农村里头啊，对于农耕非常有经验，他有体力，他非常勤快，他不偷懒啊，带头干，所以他的收获非常丰富，除了供给小庙生活之外，他把这些收获分送给农村贫穷的人家啊，照顾多少人呢？这报告里说成千上万，这是三种布施圆满的成就啊，才不来发布施。他的发布施，一生一句佛号，劝人念佛，念佛是真的。那么92年学佛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啊他的成就，这个正是弥陀经上所说的度善根度福德。善根是什么？老实听话真干，
这是什么？啊，福德是什么？真诚、清净、恭敬，这是福德。人具足这样的善根福德，成就特快。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没有入佛的境界，是什么原因？我们的善根福德不如他，我们不老实，不听话，不肯真干啊！学佛没有真诚心，没有清净心，没有恭敬心，就学了几十年，不能跟他相比。具足善根福德的，我的估计三年。换句话说，他20岁开始念佛，应该在23岁、24岁就能够得功夫成片。啊，要到功夫成片，往生就有把握。功夫成片好的，他有3倍9倍呢。上辈功夫成片，往生可自在，想去就去，想留就留，生死自在。这个时候肯定阿弥陀佛会现身给你看。啊，正是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就是功夫到这个阶层了，阿弥陀佛会现身来帮助增长你的信心愿心。啊，佛来看你，告诉我你还有多长的寿命，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往生。你信心具足，愿心坚定，不会改变。为什么？佛来看你，把事实真相告诉你。那么我们要问，我们在一生当中见佛有多少次？一般说大概是3次到4次。念佛的跟阿弥陀佛见面啊，有这么多次。我们的初祖远公大师，他老人家一生见佛4次。前面3次他从来没有给人说过，这个很重要。最后一次阿弥陀佛救他往生，他才说出来，我过去曾经见过3次。人家问他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跟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一模一样啊！无量寿经给你做证明，你见的境界如果跟阿弥陀佛给这个无量寿经说的不一样，那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如果完全相同，那就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我们要问海贤老和尚92年当中见过多少次？我的估计绝对不会少于10次。他来告诉我们一个真相，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正存在，一点都不假。啊，他见过这么多次，跟阿弥陀佛很熟悉了。
比我们念佛人加强了信心啊，坚固了愿心。这些呢都要在他谈话当中细心去听。有人问他，老和尚，你见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你说些什么？他说，我要求，我很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往生了，阿弥陀佛不肯。你记住了，很多次啊，这一句话的时候就透出来了，他不是一次见佛，他见佛很多次啊，我估计是不会少过十次啊。佛为什么不带他往生呢？佛跟他讲，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啊，多住几年，表法给大家看啊，也就是做一个念佛人往生净土的好样子给念佛人看啊。佛交代他表法，表法就是做榜样啊，做好样子跟着，延长他的寿命啊。我的看法，老和尚的寿命应该是七八十岁，他能活到112岁，这是阿弥陀佛把他的寿命延长了。啊，为什么延长？真的，就是因为他老实、听话、真干，就为这阿弥陀佛把他寿命延长，做好样子来给我们看。帮助我们坚定信心，坚定愿心。所以这个光碟我看了30多遍。我劝勉同学要把这本书，把这个光碟当作无量寿经来看，它是无量寿经的总集。无量寿经所说的理，所说的事啊，所教给我们学习的方法，海贤全部知道，细心去读这本书。我劝勉同学们啊，我们真正希望往生到极乐世界，真正希望想见到阿弥陀佛不难。不是难事情啊，要把这个光碟，光碟只有50几分钟，不到一个小时，一天看3遍啊，念10000声佛号，10000声佛号大概要2个小时啊。换句话说，我们一天呢5个小时休息。1000天就是1年不间断，1年读1000遍，1天10000声佛号，360000声佛号，1年时间，你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就具足了，你就有条件往生极乐世界。1年时间。希望大家不要恐怖，我们敬重。在现前这个社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严重的误会造成许许多多人退心，就是有一股反对慧济本的说法啊，说慧济本是违经
啊，说这是假的，是错误的。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也遭到人批评。我们这个十几年的学习，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老和尚为我们表法，实在讲，在国内有一位年轻法师写了一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写出这本书大概用了十年的时间，我看到非常喜欢，非常赞叹，也非常感恩。那么海鲜老和尚接受阿弥陀佛嘱咐他表法，最后的一个表法呢，就是这本书。所以他在往生前三天有几个信徒带了这本书带到山上送给他，老和尚不认识字，问他这是什么书。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老和尚听到这个名字非常欢喜，如获至宝，好像等了92年就等这个东西出现，终于他看到了，穿上他最喜欢的一件袈裟，披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非常欢喜，主动地告诉大家：“你们替我照相。”好像这就是他表法最后的一次。表达这个他就圆满了。那么这个表法说明三桩事情。第一个，肯定了下莲居汇集的无量寿经汇集本是真经，不是假的。第二个表法，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真的，里面都是佛说的、菩萨说的，没有错误。第三个表法是我们这些年来依照这个法门、这个法本来修行，没有错，这是正法，是正道。我们非常欢喜。我这个晚年，从85岁以后，我要准备求往生，所以把华严放下，一切经教统统放下，只学一部《无量寿经》。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我们把它合成一席控注，净土大经合注，经。下老的汇集本，注黄念老的也是汇集，汇集经论祖师大德的开始，注这部经，我们要一部经，一句佛号念到底，决定求生净土。这就对了。希望我们同学们对于我们所学的有坚定信心，不会再受外面的影响。老和尚表完这个法，第三天就走。这里面记载告诉我，往生的这一天，他从早到晚在菜园里面拔草、浇水、整地，从早做到晚，做到天黑，
有些同修看到老和尚工作一天，跟老和尚讲啊，太阳下山了，可以休息了，明天再做吧。老和尚说快了啊，我快做好了，做好了我就不做了。大家也没在意啊，做好了就不做了。那天晚上他往生了，他再也不做了。所以这话里面有话了，大家没有听懂，没有听出，真的话里头有话。欲知实知，在往生前20天，他看看他这些老朋友，就是看看自己从前住过的这些寺庙，都去向大家告别，他要走。可是没有人想到，他身体健康，没有毛病的。尤其是教给我们，我们要记住，往生要靠自己念佛功夫，不要靠助念。所以助念不牢靠啊，不牢靠，要自己走了才是真正功夫。所以来佛寺的三位，他的母亲啊，86岁往生，往生很自然。往生之前啊，自己包饺子啊，大家在一起吃饭，还把女儿叫来。把侄女儿就是谢亲的人都叫在面前，吃完饭之后，他在椅子上双腿一盘，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没有生病，说一声我走了就真走了。那个时候乡下很艰难，很困苦，所以海鲜老和尚只是用卧板垫了一个棺材啊，把他母亲安葬。但是心里面一直感觉到太草率，对不起母亲。8年之后，环境好转。海鲜老想到这桩事情，要不要母亲改葬啊，立碑做个纪念。那么把坟墓挖开，棺材打开，人不见了，他母亲不见了，棺材里面只剩下几枚钉棺材的钉子，那人到哪里去了不知道。那么这段事情让别人想到大摩祖师。大摩祖师圆寂的时候，也是大家把他埋葬。可是几个月之后，有人从西域，就是现在的新疆，回到来，告诉大家他在西域见到大摩祖师啊，大摩一只脚穿着草鞋，另外一只脚赤脚，告诉他当时见到的状况。大家听得很纳闷，大摩祖师坟墓明明在这个地方，你怎么会见到他啊？于是大家把坟墓打开，棺材一掀开，果然是如他所说，棺材里头剩一只草鞋。大摩祖师尸体不见，证明他不是说妄语，就是真的。那么海鲜老和尚的母亲，棺材打开，尸首不见，是不是像大摩祖师一样，视线给世间人看，
菩萨再来不是凡人啊，说走就走，欲知是知。所以这本书要细看，变数越多，你看的境界不相同。啊，无始百度不厌，你念一千遍，念一万遍都不会厌倦。为什么？遍遍都有悟处，啊，遍遍都能够帮助我们开悟。非常难得，而且他是现代人，他的师弟海庆法师都是与之实质，都是自在法身，没有病痛，说走就走，这是我们应当的学习。人为什么会病痛？都是心地不清净，妄想太多，杂念太多，带来给我身心病苦，带来居住环境的灾难。如果我们昨天我们有个会，大家在一起讨论环境保护的问题，环境保护重要，现在大家意识到，但是更重要的是心理环境的保护。只要我们心清净，我们就离开一切病苦。清净到一定的程度，身心健康，居住的环境没有灾难。昨天有几个朋友，我们在一起谈话，汉尼夫先生告诉我，他们现在在研深入《古兰经》。研究《古兰经》上所讲的圣道，许许多多人对这个这桩事情产生错误的知见，这是《古兰经》里面的本意。圣战是战胜自己，他这句话提醒我，那就跟佛经上所说。佛经上有阿罗汉，阿罗汉的意思翻成中国话叫上贼，上贼。所以有人说阿罗汉正果了，他还开杀戒，这个上贼是比喻，贼是什么呢？五个贼，贪嗔痴慢疑，这五个贼，就是说把贪嗔痴慢疑断掉叫做杀贼，这个意思好啊。那么这个圣战就是要跟自己打一场仗，跟谁打呢？跟贪嗔痴慢疑打，你要战胜他，这叫什么？这个意思好，跟儒家的克己复礼意思完全相同，这就是战胜自己的烦恼，战胜自己的习气，你就成阿罗汉，成菩萨，成佛了。这个解释的好啊。我们要多多的介绍给别人，千万不要把圣战的意思误会了。阿罗汉延迟戒律，哪有杀害众生的道理？没什么道理，都是战胜烦恼。
回归自信，可见的宗教的教育都是好的，所以宗教我们要团结。新加坡是全世界第一个团结宗教的地区，这个99年我们在此地做成功，影响了这个地区印尼宗教团体、澳洲团体、马来西亚也团体，我都陪同这些地区宗教们做过旅游，旅游是最好的一种团结方法，因为平常这些宗教领导人很少有时间在一起聚会，旅游从早到晚都在一起，无话不谈，那个十几天奠定了真正宗教友谊的基础。那么现在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在联合国做过很多次的报告，联合国早年对宗教是有界限的、有误会的，自从2006年我们在联合国办了个大活动，我们这个活动办完之后，联合国正式成立了宗教办公室，这些年来对宗教的看法越来越成熟，所以我们相信宗教的团体、宗教回归教育、宗教的互相学习，有利于化解这个世界一切冲突，帮助社会带来永续安定和平，这是我们每一个宗教徒在当前第一个使命，这个绝对不是政治，这是真正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与每一个宗教的精神都相吻合，都没有违背。所以我们要深入，要互相学习，要以真诚心待人教，要以清净心，要以恭敬心，培养我们的善根福德。今天时间到了，下面是你们的发问，我在此祝福大家身心健康，发挥圆满，成就利益也好，谢谢大家。